王总，喂，哪去？哪去了？啊？干啥去哥？出去办了点事儿。办啥事儿啊，嫂子？哎呀，我俩要回趟老家。回老家呀？太好了，回老家我也想家了。正好，王总，回去跟咱爸说一声呗，给我这工作调一调呗。我这干的有点没有什么大发展了，你说？天天除了工地那边，在我酒店买菜，你说有啥意思？支个保安都支不动。我寻思回去搁爸身边还能照顾照顾他。再一个呢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个人问题我得解决解决。回最起码我还有手艺，我还是个大夫，是不是？回整个诊所啥的了，也比这强啊。再者说，你说你给我配这车，太破了，什么年代了，给我配这车呀？那我配个好的也行啊。你说你们开大车呜呜的。